景堂古村，位于青州市区西南15公里处，历经600余年的沧桑风雨，依旧保持着明代建筑的古朴风貌。古村依山而建，东南处有一缕清泉，四季长流汇成一塘，村民将塘砌石筑高为井，景堂村由此得名。从山脚下的石板逐级而上，山势不高，坡度平缓，古木参天，流水潺潺，青石板铺就的小径光滑而润泽，似乎还回荡着明代恒王之女下嫁到这里的脚步声。村中房舍均以青石砌成，传说当年恒王女婿在此盖起72座古宅。岁月更迭，这些房子后来有了新的主人，变成了张家大院、吴家大院、孙家大院。风格独特的古民居建筑群，连同那些古石桥、古井、古庙、古石台等，依稀可见旧日容颜。古村历经600年兴衰，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呵护下，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，四面八方的游客带来了热闹和生气，也让村民们的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漫步景堂古村，放下尘世纷扰，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，实为人生一大乐事。